下面请您欣赏快乐生活表演者郭德纲于谦。刚才是高峰，嗯，真卖力气，是话筒都湿了，是也不至于，这也太没，还至于那儿都湿了吗？你这有点过分了。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啊。晚上我们哥俩来了。对了，我们再说一段。站在台上说相声的时候是最开心的。美呀、啊，因为我干不了别的。嗯，我是个废人。你看怎么叫废人呢？说相声、唱戏，嗯，做个节目是还行，这挺好的吗？拍戏都不行。拍戏？嗯，这些年我拍那个戏没有卖的好的。您太客气了。看于老师，怎么了？于老师那个去年还拿影帝。嗨，这侥幸，澳门拿了金菊花奖。嗯，谁呀？那叫金莲花奖啊。一样啊？不一样。不重要，差远了啊。那行，嗯啊，拿个影帝，嗨，就值得人家羡慕。是吗？回家来郭麒麟还说呢。说什么？你看我也演戏，你看我师父于老师拿影帝啊，觉得惭愧。我说嗨，嗯，你大可不必往心里去，是吗？你拿不拿影帝，你也是我儿子啊。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？这话，啊，这好像把我也给绕在里头了。这就是你心脏。我啊，我这句话写出来打到天边去，我也没有毛病。哦，对吧？你过分解读那是你的事情，我倒过分解读了。对，当然您演戏演得好，那是不争的事实。您就这算捧我？我演不好。你也没有。对的。是吗？你要说相声啊，这段相声我能做主。是啊。你要说书，我自己能把这故事一人说明白了。可以。你演电影去，那是人导演的作品啊，他让你这样让你那样，那是人家的要求。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发自肺腑的不爱这个，不喜欢。再一个了，我说相声多多少少算是能吃饭，有点成绩了。嗯，人不可能哪儿都好，哦，那没有王法了。好，你在这儿也好，你那行业也好，你都好，那不行，不能够。好，又说相声，又拿影帝，那必遭天谴。我去，我招你惹你了？这个，当然了，嗯，这个俩人出身不一样，这还有出身什么事？你看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郭德纲。打小说相声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嗯，有的人喜欢郭德纲，有的人不喜欢郭德纲，这很正常。于老师一路走来，几乎人人都喜欢，这也是大伙儿捧。哎，没有，从来没有人骂谦哥的，少。为什么？这还分析过吗？这就出身背景问题。哦，啊，我们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。嗯，人家不一样，我呢，大户人家呀。嗨。谈不到大户人家，你们哪有？他家里边那个出身那根本不一样。人家如果不说相声的话，也会生活得很好。哎，我们倒是不指着这说相声。我要不说相声，我就得饿死，我干嘛去？没得干。人家家里那都上流社会，还上流社会呢。他们老太太谈不到，他们老太太啊，他母亲，嗯，我是真喜欢上他们家去。是吗？呀，老头老太太，哎呀，有时候你们看我在台上说着玩呢，真是说着玩。嗯，见着他父母跟见我爹娘是一样的，这老两口也是亲热人，上家去一吃饭，怎么那么好吃呢？会做饭，尤其老太太的手艺。嗯，老太太弄那羊排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口感，嗯，跟炸素丸子似的。羊排弄出来跟炸素丸子，呵，嘎吱吱嘎吱吱，呵，脆的。老太太弄那烧鸭。烧鸭，啊，跟炸素丸子似的，全是炸素丸子。老蔡弄那烤鸡，嗯，跟炸素丸子似的。哦，老太太炸那素丸子怎么样呢？我不爱吃素丸子，那就是不怎么样啊。这，但是我喜欢上家去啊。老太太也退休了，老头也退休了。啊，对，哎，老太太当年那个上班的时候，在这个法院工作。哦，在法院。他母亲是是是，老爷子是在银行上班啊，这倒正常。他父亲在儿童银行，嗯，当这个行长。儿童银行？对对。干嘛的呀？这是儿童银行，就是存零钱的地方，都存钢镚。小孩有零钱了，三分五分的，上儿童银行去存。
啊，专门存这个。一溜他父亲在那儿当行长，啊、就是头啊。哎呀，尽心尽职责，那也干不了什么事儿。哦，好家伙，嗯，大伙儿说这个老爷子在这儿当行长太棒，怎么个好法？没见过这么认真的单位领导。认真是怎么讲啊？你看，比如说每天他都要进行反恐训练，这不是撑的吗？这不是，就存一把钢镚就反恐训练呢？万一来伙歹徒夸扛走一口袋，国家损失20块钱，那也就剩损失20块钱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 啊防患于未然，这也得防着。每天中午上午营业啊，上午营业、啊、哦，正常。哎，中午吃完饭，午饭之后、嗯，老爷子就把员工叫到一块儿了，干嘛呀？防止有歹徒突袭。哎呦，我们要开始反恐训练，也不是谁这么不开眼啊、嗯。先要练习卧倒，卧倒，卧倒啊，赵姐。嗯，哎，躺这儿来，躺这儿。对对，孙姐，孙姐上这儿。哦，刘姐，刘姐你躺这儿。怎么样？来，我躺你们边儿。你起来，躺到下午5点半，下班了。就这样的人家才能培养出了不起的人才来。我就反恐训练培养出来的。好啊。怎么好了？到现在，于老师德才兼备。你瞧，我还都行。在中国相声界，于老师这份儿的。您又是过奖了，您一个是艺术最高超啊，一个就是生活条件最好，家里倒是还行。您这还你老客气啊？不是客气，确实他是我们这行最有钱的人了。你还越说越过分。哎呀，这有钱不丢人呐，自个儿的心血，工作努力挣的钱很棒。是，这倒不丢人。啊、他哪儿都有房产地业的，买过几套房。他在国外他还买房呢。有的时候去玩去，去度假去。对，啊，哟，这儿住腻了啊，住腻了，出去玩耍一下吧。啊，上外边转一转啊，买张机票啊，奔津巴布韦了。我挑这么偏一地方，哎，到津巴布韦啊，啊，一下飞机，反正这儿先得做核酸，那儿也得做核酸。哎，拿着摁着于老师鼻子眼啊啊。哎，这拿的怎么像皮揣子呀？你这揣完了啊，还是皮揣子吗？不是，测完了啊，测完了。但是那个于先生得跟您说一声啊，怎么样？那个这些日子国家征地，嗯，您那房子给推了，没了，改街心花园了。那你让我做什么核酸呢？你这个啊，于老师说那不要紧的，改签。哦，就走了，改签奔索马里。哟。奔索马里，索马里，哎，哦、哪儿都防人家，啊、哦，飞索马里一下飞机，人家啊，于老师，嗯，哎，核酸，啊、肯定是，这是核酸，哦，哎，这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的法儿，这就，哎，行，甩甩上面的血，没问题啊。但是跟您说一声，嗯，您的房子是在索马里这儿，那是，嗯，被那海盗占用，征了。哎，您那儿呢？您那房子那儿他们堆了点炸药。嗨，那我住哪儿？他们昨儿抽烟点着了。嗯，您那块夷为平地已经成了花园了。得，又没了，我这老改花园合着。于老师乐了，不叫事，不叫事，改签、啊，改签，又走了，奔阿富汗。我离开这些危险的地方行不行啊？到阿富汗一下飞机来啊，我都习惯了。哎，核酸、嗯、坐吧。机场人乐坏了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我们这不是，你这终于不坐了，我们是肠镜。这啊，换个地方啊。听着就那么解气，那是。来，把于老师转过来啊啊，还有一个胃镜，我都没听说过，拿一个东西做呀。嗯，做完了啊，于老师，您的身体非常健康。我没问你身体啊，我上这儿住来了。我们机场有车专门送您啊啊！您在这儿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于老师想起来，我这儿没房啊。我就是做核酸来了，合着我做4回核酸，1回肠镜，我这受得了受不了？哎呀，没白来，没白来，你看过瘾吗？高兴就回来了啊，事儿不大，事儿不小。还不大呢。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说明人家有钱。
您是打哪儿看出来我有钱？就这几分儿，连肠镜再核酸，说实在的啊，一般人谁做得起啊？这钱花的都冤啊！但是对人来说不叫事儿、嗯，这就是大户人家。这我都没听说过，这叫大户人家。我告诉您，您是不了解于老师啊。哎，于老师跟嫂夫人就这两个家庭，嗯、真正的体现了那四个字儿，叫门当户对。那、啊、就是我媳妇儿家境也不错呀。哎呦，那个。咱这么说啊啊，比您家还有钱，哦，他们家还富裕。哎，嫂夫人家里那是真有钱，是吗？尤其是他父母，嗯，就是您的岳父岳母吧，啊，老头老太太几乎垄断了好多挣钱的行业。哎呦，这都垄断呐！真的，早晨四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把门打开了，干嘛呀？开始经商了，这么早就做买卖呀？不勤奋怎么能发财呢？要说也是，早晨四点，岳父的门，公司的门打开，哦，热气腾腾拎出来，开始卖钱。什么买卖呀？茶鸡蛋。那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个五点啊，岳母的公司开门了。这回是豆汁儿，这几分钱一碗。哎呀，打这陆陆续续的啊啊，陆陆续续的。哎呦，什么叫烧饼啊，油条啊啊？哎呀，画糖画，吹糖人啊，捏面人啊，全是小买卖啊。别看买卖小，它垄断行业、啊、那不够起照的钱都不挣钱，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？怎么买房了？买房，他岳父岳母盖那个房还了得？他们自己盖房啊，在黄崖关长城。怎么那么远，都盘山那边了？到天津找这地儿 啊，天津到了蓟县，还得往北去25公里，进深山老林，黄崖关长城在那儿盖的四合院。真能糟践东西，我跟您说，七进的院子。嗨，怎么叫七进？四合院讲的进，一进是一个院啊，两进是两个院，七进是七个院，是这么拎的。后边带着花园，金鱼池。哦，那是讲究。列位，这是一般人住得了的吗？是这么大房子，他岳父岳母还不满意了。怎么？这什么时候津巴布韦、阿富汗、索马里买套房就好了？行了，都炸平了。嗯。列位，黄崖关长城边上啊，七进的四合院，老两口子不容易。那得卖多少茶鸡蛋啊？每天夜里12点收摊儿啊。茶鸡蛋拎进来，豆汁儿弄进来、嗯、各种小吃都收进来之后，忙完了1点半。哎呀，老两口子1点半开始往黄崖关这赶。回去住去啊？回不在外边，不必须自己家里边。哦，哎，到家洗把脸，赶紧往回又翻，因为4点茶鸡蛋就得出摊了。你这老两口时间观念真严格。那错不了啊，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。是啊，这老两口子3个女儿。嗯，哪儿有功夫要孩子呀？这净在道上折腾了吗？这不是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，那是留给我徒弟的啊。太棒是吗？生3女儿。哦，真真连连爱爱，哎，还都是菩萨显化的。嗯，您这个媳妇儿行三，就是最小的那闺女，前面还有2个女儿啊。那俩闺女都结婚了。哦，大姐二姐都结婚了，嫁人了，一直到这3闺女、嗯、认识于老师，就是我呀。哎呦，后来说交往这么长时间了，上家看看我父母吧，这也是应该啊。于老师跟这个这嫂夫人啊，那会儿还没结婚呢。是啊，对象嘛，俩人高兴啊。嗯嗯，准备着干粮，准备水，嗯，哎，拄着棍儿，俩人就奔黄崖关长城了。哎，我们按野营那么去的。嗯，一到家一瞧，嚯，嗯，屋里边摆一大圆桌。是岳父岳母做好了，大姐大姐夫，二姐二姐夫，嘿，等着我。桌上珍馐美味呀、啊，都有什么呀？茶鸡蛋呢、啊，豆汁儿啊。哎，就今儿不出摊都得卖我。嗯，老太太看见姑爷高兴啊，那是美啊，吃一个啊，嗯嗯，反正就茶鸡蛋呗，再给你包一个啊，成对儿的，真好。嗯嗯，哦，这个好，怎么好啊？这个有毛。哎嗨。叫毛鸡蛋就甭吃了，高兴坐在哪儿 啊？坐着坐着，岳母站起来了。怎么？他大姐夫跟我出来一趟，叫大姑爷跟他走。这是他们家的门风。干嘛去？接长不短的，岳母要跟女婿聊一聊天儿。
聊天什么目的？哎，谈谈家常，看看你对我闺女怎么样，就是了解一下情况。娘俩出来奔后花园金鱼池，在这闲逛。哎，围着金鱼池聊天转悠。最近怎么样啊？嗯，两口子抬杠了吗？拌嘴没有？说着说着，老太太脚底一滑，怎么？呲溜，扑通，这是掉金鱼池里边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大姐夫把这外衣咵一甩啊，钻进去给老太太拖上来了。还会水，岳母高兴啊，好儿子美了不白疼。那确实，我给你买一辆夏利汽车。你瞧，这么费这么大劲买辆夏利汽车，你们别乐啊，那是80年代呀。哦，现在来这车不叫事，80年代来辆夏利还了得？那时候还没有私家车呢。对呀，是是，给买一辆，高兴，不错。回屋吧，嗯，老太太乐，你们看我一身水，你一身的水、啊，可不是吗？我没留神，那个，哎呀，就别这儿脱了。哦，哎呀，还有人呢。废话，上屋脱完出来啊，换好了。哎、啊，二姐夫，嗯，来，老太太不闲着啊，嗯，带着这个二女婿哦，上院里围着金鱼池，也不长记性。最近怎么样啊？嗯。日子好不好？哎哎，磁流懂，肯定的。老太太掉水里了。哦，二姑爷连外套都没脱，怎么样呢？钻下水去给老太太脱上来，这急茬的。老太太感动了，是吧？好儿子，嗯嗯，外套都没脱。对了，真好。就你，给你买一辆桑塔纳。呵，这比夏利又强多了。高兴，嗯，搀着回来。哎，一进门乐了。嗯、你猜怎么着啊？怎么样啊？我又掉水里了。哎呀，嗨、哎。不是没留神啊！你要脱了就是再出来也成啊。上屋里换完衣服啊啊，干干净净的。谦儿啊，快来！这回到我了，过来咱们后花园啊，肯定是逛过金鱼池。哎哎哎，来了金鱼池边上啊，没等说话呢 啊，老太太咚掉下了。哎，不是掉下去，他就扎下去了自个儿。嗯，于谦站这儿傻了，怎么样？我不会游泳。嗨，老太太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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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沉了。一条生命在眼前消失了，死了，多可怜！岳父也很难过，是吧？岳父给他买了一辆大奔。我，哎，我无意当中把老头的心愿完成了。嗯、到后来，俩人结婚之后，还结婚了呢？那错不了。嗯，嫂子说了，于谦儿怎么样？咱俩人要学会游泳，对，谨防别人害咱们。嗯。游泳太关键了，那确实是。呵，嗯，两口子一下功夫，这事儿成了，就学游泳啊。嫂子游泳游多好，他下功夫了，后来成专业游泳的了。怎么叫专业呢？他是国家跳河队的啊，跳河队的叫什么？跳水队的，国家跳水队的。对，还出国比赛，有，哎，参加过那个铁娘们三项运动。什么名儿这是？怎么了？哪儿有这比赛、啊、都有这个什么这那叫铁人三项赛，那是男运动员啊，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啊。反正很好，很好话。哎，谦儿游泳游的也好。我也练过呀。第一，姿势好。哦，标准。不是，我不懂，因为我不会啊。什么什么什么仰泳啊，什么啊，什么这是各式各样的那个在水里。我这姿势是不错，就是水里的玩意儿啊！我这个不是那个怎么？你不用这么比划，这王八精，您比划的这是啊，显年轻啊？哪儿显年轻啊？显长寿这个、哦，那行，就是第一是姿势很全面啊，就说就行了。哎，第二来说就是速度快，哦，还快？哎呀，他游泳游得太快了，怎么快？裤衩都追不上，那、哎、就是没穿。人在前面游，裤衩后边追他啊！等等我！哦。挤的裤衩都说话了。嗯，反正我们只要是一出去演出啊，你不管是大连呐、啊，什么青岛啊，嗯、啊，海边城市，一般都是娱乐室怎么样？游一圈，我们看看吧。干嘛还看我游泳啊？欣赏。哦，就那么好。我是真爱看他游泳。嘿，一到这会儿他就来劲儿了。我呢？求我是不是啊？拿糖。哎，来劲儿了，求您求您啊！那年就是在青岛嘛。嗯。我说谦哥，您看。嗯，这大太阳，哦，喝凉啤酒，多美啊！吃小海鲜，太好了。您得游一圈，让我们欣赏欣赏啊。又想看，哎，我们伺候着好吧？这还怎么伺候？一帮人奔海边啊，哎，给准备太阳椅，哦，大躺椅，毛巾，
啊，凉啤酒，嘿，烟卷，哎呦，打火机啊，小吃还吃，都准备好了啊啊，大哥，嗯、啊，请，让我游，还得伺候着呀，真成吗？大哥，请，嗯，他也高兴是吧？游给你们看，好，现在先更衣啊，换换衣服是必要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摘帽子。我戴一什么帽子？这么大作劲呢、啊？这个是怎么个意思？貂皮帽子。大夏天我上海里游戏，我戴一貂皮帽子。谁告诉你是夏天了、啊？不是冬天呐。冬天你让我上里边游泳？夏天有的是人，干嘛看你啊？也是。啊，那、哎、讲理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冬天我就游泳，对，就显摆吗？哦，哎，戴着帽子，大墨镜，嗯，口罩，围脖，嘿哈，那得多长围脖啊？大衣，啊，这是棉坎肩，太全了，西装，我知道游泳，我少穿点不行吗？领带，啊，衬衣，全脱了，嗯，背心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啊、少来这套啊！你给我解释清楚了，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个，背背佳，啊，穿的还真全。这个人心很脏，你知道吗？你先说清楚了就成。大皮靴，哦。裤子啊，绒裤，哎呀，嗯，秋裤全穿着，嗯，毛裤，毛裤穿秋裤里头啊，扎得很不扎得很的吧？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这么看出来了，嗯，这是袜子是吗？对，哎，袜子要这么脱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知道吗？不像话，您这个从上到下呀，衣服脱脱了没了、啊，就剩个游泳裤了。那就游泳啊！我们这一大帮人要看啊，啊，就剩游泳裤。是，各位怎么样？哎，这干嘛？这样就不合适了。多新鲜呢，对不对？是，您得穿上啊，啊，就为亮个相。嗯。大哥，请坐。哎，行，赶紧坐那儿吧。哎，躺椅这儿。不油啊？哎，那个，先给我点根烟。全毛病。咱得伺候着。谁点烟？大哥。嗯。这儿接过来。还得给点上。于老师叼着烟。嗯。寒劲儿上来了。哎呀。你抽完再脱好不好啊？冻死这孙子！你，哎呀，这海边的风凉啊！早知道吃了，这多大瘾呢？这个肚子里有点火星子暖和。好，卖火柴的小女孩了。哎。那是什么小吃啊？还有心这看小吃呢，大哥啊，青萝卜。大冬天的，冬天青萝卜才好呢。哦，于老师拿过来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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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家伙，那盘嗯，胡萝卜，胡萝卜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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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萝卜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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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萝卜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拿我当兔子了。四盘萝卜，每盘二斤半。我。大冬天坐这儿吃十斤萝卜，我这儿，那个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跟大哥回什么呀？干炒黄豆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就等这个呢。好，这一大塑料盆啊，四十斤干炒黄豆，干嘛准备那么多呀？哎，于老师，爱吃，全吃，一个豆都没剩，就喜欢吃这个。四十斤干炒黄豆，是各位，嗯，四十斤怎么样？一般的牲口吃不了，废话，谁都吃不了啊！那凉啤酒给我，
瞧瞧，打两回酒，叫渴，接过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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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还打嗝，喝了半箱凉啤酒，好家伙，你想干炒黄豆是叫渴呀？那就是叫水啊！啊，嗯，我说大哥，差不多天快黑了，好，这折腾一天还油不油了？对呀、啊，再给我点根烟，瞧这事儿，还得点，这接过烟来，嗯。你不如先下水，你这走吧，老几位，马上、啊啊、赶紧两口，是，走啊，走吧，行了，因为这，哇、哦哦，好家伙、哦哦，这全脱了踩烟头啊，光脚踩烟头疼啊，废话，它烫啊，哦啊，改天再游吧，弄死你信吗？啊啊，折腾我们一天了，不客气了，下去。赶紧吧，这一说下去，于老师赶紧奔海边就去了。哎，行了，不用学这姿势，到水里边咱佩服人家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游的这好啊，漂亮、啊！哼，各种姿势，一会儿这样的啊，一会儿这样，搁上王八跳舞呢，跟这海里。嗯，发自肺腑的佩服。啊，好，真棒。嗯，但是呢，各位，嗯，刚才可是吃的东西了。还没少吃呢，十斤萝卜，四十斤干炒黄豆，半箱啤酒，半箱凉啤酒。哦，抽烟又喝一肚子风。嗯，到水里边一折腾，水里它暖和呀。嗯，肚子就胀。嗯，就有气儿。是，您各位都是有生活常识的，这个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眼睁肚子确实胀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会儿就看它水面不动了，不动了，肚子难受，就趴在水面上。这真棒、哦、你要我在水面那么趴着我得淹死，这叫飘着呀，人家没整个人放平在水面飘着不沉，飘着飘着就漏气了啊，一漏气呢人就往前窜一块啊，一漏气人就往前走，哦，哎，反正有时快有时慢，哎呵、啊、有大有小吗？那是啊、嗯、到最后来一特别大的，哦，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，这么近的海边还有鲸鱼啊？什么鲸鱼？他看动物世界不那么刺激的吗？那是一个东西吗？那个再看着一会儿，叮当，水都起来了啊！水一落下来，你看这水面上啊，小螃蟹、小虾米、小鱼儿、小黄豆，什么有没嚼碎的？好家伙，太恶心了！您叮当稀里哗啦，叮当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啊！谦儿哥，您快上来吧！怎么了？水开了！去你！这是我小儿子啊，长个了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他小伙伴啊。嗯嗯，多好玩！行了，回去吧啊。嗯，他们不跟你们聊天啊。跑跑啊，跑跑吧，去吧。他说他要跑一跑啊。嗯，好，俩人迷路了啊。下去吧，我们没下班呢。嗯。真要跑一跑啊！哎，跟你侯叔叔你们哥仨快下去吧。嗨。真拉平拉平了啊，那个、嗯、这一晃 啊, 啊孩子们都长大，可不是吗？啊，我们这都这岁数了，嗯，两鬓斑白一点都不假，还真白了。刚才到后台跟孩子们聊天，这一问这岁数，哎呦，嗯，我还以为他们来的时候那个岁数。嗨，你包括高峰来的时候、嗯、还是小小子呢，那时候也是年轻，你看现在跟中年妇女似的啊。谁呀、啊、高老师？老高，哎，高老师在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快来，哎哎，对，发了，哎呦，他叫高峰。哎，朋友们好，我的师弟。对，我们仨是一辈儿的。哎，我师傅是何耀文先生，没错。谦儿的师傅是师傅宽先生，是。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嗯，范老师的范导爱。哎，去，还没记住呢。我是范振玉先生啊、哦，范山玉先生。山玉干什么呀？范振玉，哎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哎，不用，没有翻译啊，没有翻译是范导爱啊，去，他就一个名字范导爱，对，我还给他递这个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老相声老前辈，哎，泰斗，嗯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多遗憾呢、啊，没有，我师傅活着呢啊，好家伙，说死了，让您给，还是您反应快，我还快呢，谁的师傅谁惦记，你这话有点过分了，怎么了？你咋还没六一再说呢？是不是？嗯、啊，就半个多月呀、啊，啊，不少喽，什么不少？你别许给他，回来他讹你，
真是，我可不负责任啊。嗯，很开心。当然了，哥仨在一块儿也那么些年了，真是多谢他们哥俩帮衬了。哎呦，您客气，真的真的啊，净跟着我吃亏受累了。应该啊，挺好。未来那个索马里的房子我送你的。嗯，好，不够车钱、啊，改花园了。他那套就在那儿给炸了。哦，那么回事。挺好，老高啊，哎，属于你的时候到了。哟，我要展示什么呀？给大家唱一段吧。哦，嘿，很谢谢朋友啊。这比较难得啊，高老师这个嗓子非常的冲啊，我最近正练呢，在我们后台嗓子是最好的了，德云第一嗓嘛，那错不了。嗯，刚才我听他后台练嗓子，是唱了一段现代京剧，有您听见了？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这是我代表作。哎呀，振聋发聩，响彻云霄，真棒啊，是吧？您能不能唱一句让我们尝尝？哟呵。您的意思现在我就展示展示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就来这一句吧，我这就开始唱了、啊、您等一会儿啊。嗯，我想帮衬一下您。怎么您打架我？别别别，我唱前半了。哦，要学那泰山顶上，您接着一青松，高腔是我的，好不好？这难度更大了。好啊，升低了这东西啊。嗯，好，于老师一会儿您给说说。这不敢当，我都没听过您唱。哎、您客气、嗯、是个调门啊，高一点啊。一腰等等、哎，这人哪儿都好，就不听劝。我怎么了？让您起高点。哦哦，您这唱不痛快。这不低、啊、不行，高点。要再高点。要你不舍得唱是怎么？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我这儿得拦您。我让他高点。我听见了、啊，但是我跟您说，这就不低了。哦，这还低？一会儿到您这儿，您得是翻上八度唱。没告诉您，高腔在您那儿呢，您翻上去唱，那才最高呢。跟您有关系吗？他唱前头，我接后头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儿。我是唱不上去，对不对？今天这德云社25周年的日子，咱们今天我让你啊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就我怎么就碰不上好人？你知道的，你下刀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游泳裤衩？那嗨嗨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一腰再高点，一腰再长一点，一腰再来来腰。哎，谁踩你了似的？来不了，太了。差不多啊，尽你所能。腰腰一腰，可以了，保持住。嗯，学那泰山顶上，哎，来吧。哦，注意啊，我听着呢。一青松啊，谢谢。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，还跟人握手呢，唱成这样。这人不你先伸的手吗？我先伸的手是让你停了，别这煽动群众了。为什么不唱多好啊？哪好什么？我听见什么了就唱多好啊？我让你听完给说说，你不听你。我说什么呀？您这都是这都是大便干燥的腔儿，您这个。就这路词汇，你看看。什么呀？我都没听见都。咱白唱了，人家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？他没听见，哎呀，耳朵都聋了。你看看，震耳欲聋嘛，是不是？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哎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哎哎，咱们再来一个，来一个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”。我喜欢这个。穿，哎，好，林海，嗯，跨雪原，气冲。哇，还有口技，来，小汉，这回注意啊！我这一直听着呢，小汉。那谢谢各位友友们，高老师，咱们再唱一段吧。我还上瘾了，特别愿意跟您一块唱。我也这样想的。好的啊，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，你还耗什么都没有啊？嗯，嚯，已经开始了，来吧。哎，走，什么戏？您这是？你早点问，我忘了。那你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吧。哎，玉井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剑，出剑是我的啊。好的，注意啊，来了。嗯，这回彻底不出声了。哎呀，哟呵，好戏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三空了，哎，三空了，指这个，嗯，怎么样？又来了，你看看这是朋友们都鼓掌了，你也很喜欢。行，不错不错，是不是艺术啊？哎，那绝对。这么评吧，啊，怎么评？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
哎，等我拿馒头去啊！回来，你这葛言葛语这劲儿大了，我废话，你这叫轻视艺术，哪有艺术？哪这就叫艺术？我告诉你，谁都能唱，谁都能，咱甭说别人，你能来得了吗？谁都能唱，我凭什么来不了？啊，太好了，各位欢迎，让他来这个。你站这儿就哆嗦，你来，哆嗦吗？我有什么可哆嗦的呀？哎，这就叫抬杠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高了，我上不去，你这不出声，谁来不了啊？准备好了没？谁问你呢？啊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听这路是一个调门吧？嗯啊啊啊啊！你吃了沙崩子了？没有，他吃了黄豆了。没听说过。吃萝卜了吧？来吧，啊，行吗？啊啊。啊，再高一点啊！啊，我尽你所能吧。啊，你这学我，你好不了。听着吧，来了啊，准备。嗯，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Please, it's your turn.动作二位，什么动作二人转？二人转干嘛呀？不是来呀？不，哎，谁的哥馒头狗都能来，你来呀？这卷毛的狗，哎，不是，还说卷毛的馒头，卷毛没听说过，卷毛的馒头，不是你们那意思，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吗？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我谁都能来吗？来不了了。废话啊！你们这叫缺德，没点缺德了。废话，这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这高的地方谁都唱不上去。我可以试试。你家人有？好啊，你试，你来。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好，还我起调门是吧？高点，高点。好嘞，听着吧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真好，嗨，你捧我干嘛呀？你太高了，你以前是不是在宫里上班的？不用废话，接我这个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凡。啊，上去。谢谢，哎呦，送花来了，往前走两步。多好啊！这写着了啊，公主德云社25周年生日快乐啊！哎呦嘿，真好。没想大操大办，嗯，今年德云社都25年了，多快！小小的德云社，大大的老百姓，嗯，没您各位支持，我们到不了今天。没错，就是一帮普通说相声的，凭能力吃饭。哎，您各位多支持多捧，嗯，发自肺腑的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等着30年的时候，咱们大操大办一回，还得热闹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对，那年跟嫂夫人也是金婚了，嗯。谁跟谁金婚了？两头都欠，不重要。好家伙，不重要。今天来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一块聊聊啊。好，见个面啊。咱们依次介绍，哎，从那边开始啊。这头一位，高峰高老板，哎，那是我的爱徒栾云平啊。这是跟着于老师一块倒门过来的冯兆阳啊，旁边是我的儿徒啊，烧饼，我徒弟啊，曹鹤阳，这是我们九队的队长，我徒弟张九龄，大高个儿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王九龙，这是我们这两位特别好的演员啊。这个在天津学艺成长啊，刚来德云社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水平非常的高，你们多给耳朵多给时间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。我介绍你们记名字啊，这个不大的这叫王善勇，这叫高玉凯，
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烧饼啊，你有没有准备什么小节目啊？我没什么太大的节目。哦，真的。爱听烧饼啊，谁说烧饼有毛病啊？啊，行了，啊，擦皮鞋呀，啊，来吧，给大伙擦个皮鞋吧。这也就将近三千人，擦一会儿就得啊，来啊。要不提都忘了，好像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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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，我的生意将开张。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，我的生意将开张。不论你是男，不论是女，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，这个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！还有人要演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啊，栾副总要演一个啊。哈哈哈啊，这个栾云平其实，哎呦，坏了坏了，不演了不演了，快起来吧！啊，嗯，啊，这碰瓷儿还是不错的啊！来，都往前站，都往前站啊！这个给大伙儿唱一个《大西厢》吧，好吗？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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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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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有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！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给谁的呀？那是，哦，给小月的。哎，来接过来，真好啊！这是给谁的？给我的。哎，您接过来。嗯，来吧，一块拿过来吧。嗯，嗯，哈哈哈哈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怎么没有给于老师的呀？啊，哎，我这都在前面摆着呢。啊，于老师的人性怎么了？这是，啊，都没有这个姑娘真诚。这是刚才谁送的鸭子？也是。他说：“小月，我什么都没带，我想跟你握个手，我想让他出去，但是觉得不合适。”没听见说的什么？不是，那姑娘说跟我握个手。这是谁送我师傅的枕头？啊，这要干什么？这别闹，孩子。这人家孩子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嗯，行，我会好好躺着的。嗯，这个这是桃哈啊，嗯，像我啊，哦，那是那姑娘给的哈。这谁送了一屁股？这是，谢谢。粉色的，嗯，粉屁股。嗯，我就留着这个啊，可爱这个，特别好。今天是我们德云社这是20周年闭幕式啊。对。并不是特别开心能够跟我师父跟我大爷在一起。你这
在一起演出。干嘛这么咬文嚼字的呀？我得说得清楚啊，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够听得见。够清楚。我师父，我大爷啊，他们，你大爷的。嗯，大岁数，让孩子痛快痛快。什么叫痛快？我们爷儿仨在一起演出。嗯，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为什么孙越没有来。嗯，有点别的事儿。一大活人死了那就好了。哎，对，没有没有，他有点事儿。嗯，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孩子，挺好的事儿啊。哦，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弟弟啊。哦，就是他，这是好事吗？这个好事儿，好事儿，特别像孙越。怎么会呢？哎，这特别像。哦，特别像。你也下得去手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里这个态度就对，别承认啊。嗯，所以说呢，孙老师有点事儿没来。哎，赶上我们爷仨。嗯，给大伙儿奉献一段。嗯，给大伙儿，咱别说了。怎么办呢？其实我这个人不爱说，我也不会说。嗯，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刚才呀，我师父唱了很多，那都是小曲小调。嗯，没有歌。哦，像我们这些个九零后，我们对这个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多少他是有些个研究的。岳云鹏孩子，别着，你大爷拦着你呢。 啊， 啊，嗯，那个你刚才说你多大了？九零后。跟我一边大。对，去，这爷儿俩怎么都这样啊？你们，我比他月份大。嗯，我八零后，您是？八零后是真的。我师父七零后。我七零后啊。我大爷六零后。我六零后都不行啊，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？我们仨加起来四百多了，开心吗？反正还年轻吧。年轻，我对歌呢，就是歌曲啊，就比较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嗨，你对歌什么？歌曲。你那个嘴里有袜子啊？哎，歌曲啊。嗯，对歌曲有些研究。我相信六零后和七零后对歌曲呢就没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他们也不懂。你等会儿还不懂什么叫流行，什么叫民谣，哎，什么叫摇滚？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年代的歌曲。嗯。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我还挺爱看他这表情的啊。那个有个文言词形容你这个状态，叫剑气浪当。这看着清华毕业的。那是啊。嗯嗯，有点这个，可以可以，好，这也是浪风抽的了啊。比较喜欢这个剑气浪当这个感觉。嗯，大气。这样吧，我唱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个你等会儿，你怎么好边儿？您二位就回去休息好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你就要唱一句？您累了，您累了啊。休息吧，你先甭说累不累，开着车，开着车奔二环，然后直接到家，到家让大娘给您端一盆洗脚水洗脚睡觉。你管那么宽干嘛呀？你媳妇还给你端洗脚水呢。你行行行了，行，我也是好事啊。嗯，不是你怎么着，我就让我们回去，你要唱什么呀？就让我们 回去吧。啊，我自己唱，大伙喜欢我，我自己唱。您也回去吧，好吧？我回去顺二环走，你大妈给我端盆洗脚水。我们仨赶紧睡觉。对啊，你们家怎么那么些水呀？啊？嗯，行吗？别喊，你好容易你来一趟。他现在特别忙，一天到晚的啊。是。然后这个演出啊、拍戏啊、做节目啊，哈，这个好容易回来一趟说相声。嗯，是吧？对。这我徒弟里边颜值最高的了。嗯。我孩子长得肉头啊，又狗狗又丢丢啊。这词儿我都听不明白，这都是俺们上学的时候学的。哎，对，二少国路教的。谢谢。那个，你今天要干嘛？就是唱一回，唱一回你们二位就是不会的、不懂的，哎，没有听过的，好吗？哎，孩子，你别这样啊！就说现在你是挺红的了，但是，哎，我没有听见是什么。爱听这句。就说你现在你是要死啊！嗯，你要说唱传统的东西，好歹我还知道一些。嗯，唱歌的话，你大爷是行家。因为你大妈在歌厅里红多少年了？你说点别，所以你老提这个嘛？就说这意思啊，不让提了，大爷是不是？压根儿也没有。哎，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啊。干嘛就当没这么回事啊？所以说你说话别太狂，孩子啊。那你要愿意唱，当然是可以了。对，你我们也可以听听啊。你唱，干嘛让我们走啊？嗯，哎，
这样吧，啊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不是你当着我们唱不出来是怎么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怕你们不会丢人，这么大岁数了。我们还怕丢人？还在乎这个？哎，没有这样的，你就，嗯，唱一个你们不会的吧。来吧，听这个啊，嗯，新歌，来吧，新歌，爱听新歌，嗯。花篮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呀唱。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好地呀方，好地方来好风光。就别起范儿了，好，你们就别拍了啊！好地方。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。这叫新歌。有这歌的时候，你祖母还是少女呢。你不要说的这么有画面，好不好？有画面吗？有画面，有画面。我祖母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行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好好，不要拿这个诱惑我们。嗯，花篮的花，我们吃过见过啊。啊，叔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南泥湾。啊，南泥湾，不错不错啊！听这个啊，我都轮着他表扬我了啊！你说我怎么混的？听这个，嗯，新歌，新歌。好的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大这倒不长狮子，都给抖了，说下去两岸，我家就有点凉掉了。你看我们孩子这心理素质，冻上了也得给你唱完。一条大河，哎，这歌叫一条大河，我也是懵的。啊，这歌你祖母也没结婚呢啊，这歌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，还管饭。听这个吧，好的，新歌，期待，嗯。你祖母来了，他还站起来举手呢。嗯，我祖母挺年轻的啊。那是，你刚才说挺好看，是他吗？嗯，还哪儿都直了，脸都直了。嗯，我师父最近怎么了？你哪兴奋？嗯。再来一个吧，我再来一个，哎，这个，来新鲜的，新鲜的啊！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。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成都，打有狗那年头就有这个。那你有点瞎说了。你得问问哪年有的狗。哪年有的狗？你今年多大？我32。32年了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别走，再玩会儿。哎，这个，好好好好好。好耶！你们最好照着词儿说相声。哎，对，特别响，没有词儿啊，玩我好。好，这个要求我们得满足。我给大伙儿好好唱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橄榄籽唱给不是，手串之歌，不是，橄榄籽儿，嗯，花的还是素的呀？橄榄菜不是，橄榄菜拌饭的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哎，
擦屁股的，嗯，有后脊梁的啊。橄榄树。哦，树上有籽儿啊。齐豫的一首歌。好，齐秦的姐姐橄榄树，好不好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嗯，好听啊，各位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，我每次听这歌，不要问我，我就能高潮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兴奋，特别开心。我要不我走吧，你们俩聊吧。你这状态跟你谦儿大妈一样，是不是？特别开心，听着啊。不要问我，哎呀。你唱不唱了？听着啊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不是那个了吧？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巴扎嘿，哪有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配合的对不对啊，我是不是唱错了？反正没听出奇遇的味儿来，这个我倒听出监狱的味儿来了。啊，不要问我，不是，你已经唱了越狱了啊！不要问我的，不要问我，医生刘德华了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不要我，哎呀，这找着，终于他这个玩意儿不用咱帮忙吧？不要问我。咱没准他唱他了，咱俩聊咱俩的吧。听着，反正咱俩得在这儿，那错不了，拿钱了，特别好听。你等会儿，行了。那几个孩子都批评你们，别打岔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没等他想起来呢。哎，跪好了，一会儿来刽子手，拿着锯，嗯，好快的刀。你别管我们，你唱你的好吗？哎，咱们各玩各的好吧。要不这样吧，说您二位这边说，我上那边唱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咱别在一个画面里。那是啊，咱俩这活也不挨着，是不是？好快的刀，听着啊。我听了刚才那个菜市口砍头那个哈，听了啊，嗯，听了。我问你，嗯，哎，田字那边出的，这快行了。苍蝇拍，嗯，炕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西游记主题曲。我的故乡在远方，女儿国东海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呢？哎，校长问你呢。忘词了吧。好好的敬业啊。流浪差一句呢。啊，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流浪远方？流浪还真差一句。巴扎嘿，老有这个，没这不够底。嗯嗯，于老师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别唱，我知道。刚才于老师唱了一个《同仁堂》，其实于老师唱那个《我要你》特别好听。哦，我要就那个这，你们两口子都会啊？没有，你大妈净给我唱这个来着。嗯，大妈老说我要你来。别讲，今天你来，你唱。我唱，我不知道大伙儿爱听什么，大伙儿点几个，我别唱。你要问他们就是五环啊，嗯，有说送情郎的是吧？送情郎啊，啊，还有喊十八摸的啊，一定是我的同学。嗯，十八摸，要不您二位演一个好不好？反正闭幕式了，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大伙儿把手机关了，来，二位演一个十八摸，来。你们这票钱都多少钱花的啊？这，你以为到我们学校来拖一个啊？我的天哪，我们仨完全没在一个频道。
我觉得我还年轻一些、啊。这场节目串了台了啊、嗯！是是是，我还这歌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吐了，我也吐了，我也吐了，臭了街了，嗯嗯，不唱了哈，那唱一个别的。送情郎啊！送情郎吧，送情郎也好一点，嗯、好。行，啊。啊，五环。你们会唱还让他唱？啊！巴扎黑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！我一听这歌我就浑身头疼，知道吗？真的。宋清郎唱给大家啊！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要要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儿啊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你要那么说吧，我就到这儿。刚才您那个这是打压那意思吗？打压。这不是哪位送了一袋烤鸭搁在这儿啊？嗯，挺好。好吧，挺好，但是你唱的没有你谦儿大爷唱的好。对，我谦儿大爷唱的好。你谦儿大爷唱的真好，嗯。您老唱那什么，弄一红裤子，不是拉一红拉一块红布，一块红布哈，一块红布很好。于老师唱一个，你们爱听吗？我这怎么着让他上来让我唱？你这哎，有您的观众啊啊！一块红布哈，唱几句啊，好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蒙！哎呦，我错了，再来，从来，大爷，从来，吓死我了，你这，从来，我以为掉井里了，没事哈，没事。那天是你别闹啊！我错了，刚才我不应该搅和了。不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唱了。你们管着有我呢？哎，对，这儿有我呢，你唱吧，你唱吧，你让他唱吧。别搅和，不是怎么意思？让谦儿来唱，谦儿来唱，唱的好，嗯。别闹了啊！
还急了，你看他还急了。哎呀，就两句，一块红布啊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来来来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说穿，唱啊，哎，不唱，唱啊，张嘴，再唱又到同仁堂那儿去了。带的新版的好，我刚才新版，我新版不好，您随便搅和。所谓的版指的是节奏，对，新版就是心里有自己的节奏，对，你外界怎么搅和不能乱，这是真功夫。别新版，我还老版吧。那别搅和上，于老师好好唱一段啊。好，哎，我这心理素质才正好呢。来啊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，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一路，就唱这么几句。这山道我还是真挺爱听于老师唱歌的哈。哎呀，我这真好。师傅您唱一个吧。哎，我不会唱歌，孩子。我确实，我师傅唱歌就都是戏味儿啊。我会唱什么呀？大约在冬季啊。轻轻的。大爷在冬季。大奶奶不在冬季啊。大爷在夏季。我原来跟齐秦关系可好了，自打唱完这歌我们都不来往了。够一万人微博上私信我说缺了得了啊，这歌不会唱了已经啊。其实我这个特别通俗，来来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我师父唱过很多歌，嗯，什么什么花心，什么什么那个外婆的澎湖湾，这都是外婆澎湖湾我倒是会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哎，这挺好。唯有椰林缀斜阳，哎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因为这个歌，我已经当选二人转协会副会长了。他们说我唱的可有那东北味了啊！特别好听，特别好听。唱的我唱没他们俩唱的好。您客气。因为今天这个演出您也看出来了啊，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知道今天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演出的闭幕式，就热闹，但是没敢折腾这么大。嗯，因为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剧场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的开幕式。嗯，结果这一演了一年，整个2016年德云社超过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，我们演了是几十场，是90场还是多少场我忘了啊。然后小剧场商演是3000多场，我们不能再敬业了，再敬业就快累死人了啊。演了一年，然后到今天这个系列演出呢算是一个收科。对啊，就告诉什么岳云鹏啊、郭麒麟呢，在外忙的演员都得回来。你也看出来了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大会，对，为了就是跟大伙儿一块儿玩一玩，热闹热闹。感谢您各位支持我们这么些年。对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、岳云鹏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支持，谢谢。岳云鹏是我徒弟里边佼佼者，不错。为什么说佼佼呢？因为他两只脚。啊，这嗨，佼佼者啊，挺好。这些年就算不错，我们是一步一步的看着岳云鹏成长到现在。嗯，就算有良心，这孩子就算不错，挺好啊，挺好。这个在后台啊，就我们这个辈分呢，其实并不多。嗯，德云社啊，就搁在一块儿，反正好几百人了。孩子们居多，哎，大人们少，尤其大人要是没溜就根本就管不了孩子。哎，这就往我这儿比上。平时连高老师啊，在于老师其实是没少替我受累。您客气。给孩子们有时排练呢，有时思想工作什么的啊。高老师其实，高老师请来吧。高老师在了吗？哎，高老师来一块儿吧，一块儿上来吧。来，高老师来。好，高老师改查房了。高老师得了，谢谢您。送水的专家啊。我也说他实在喝不了了。哦，那行。那个高峰我师弟，哎，我们仨在这行里边算是平辈。对，过去来说说相声说头一辈儿谁呢？嗯，因为我们没法分第一辈儿第二辈儿。
怎么啊？这行他哪有说从谁开始的呢？他都是清朝末年，嗯，那会儿来说，皇上西太后去世了，犯国丧，哎，艺人们不许动响器，哎，禁止娱乐。你说你拉个弦啊，敲锣打鼓啊，都是不允许的。对，因为一百天不许打家伙，嗯啊，皇上家经得起，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吃谁的？一百天不让唱戏，这唱戏就得饿死。那是，好多艺人就上街了，不让敲家伙就清唱吧，嗯，其中就有艺人把自个儿会的挪到地上清唱，唱一段吧。或者讲个笑话，这是最早期的相声的雏形。哎，后来就并在芭蕉鼓里边，其中有这么一种形式叫相声。嗯，后来有一位集大成者，这人叫艺名叫穷不怕，嗯，唱京剧出身，啊，本名叫朱绍文，对，老前辈，算是朱先生呢，在这方面起了很多总结性的作用吧。对，后来说相声说得了，朱先生是咱们的相声祖师爷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把朱先生朱绍文当成第一代祖师爷，创始人。后来啊，就来了帮专家，专家们说我们查资料了，哦，资料上显示有一天朱绍文穷不怕先生走到街上，看见一个叫张三禄的人，就喊了句张老师，嗯啊，那这么说张三禄是祖师爷吧？嗨，其实并不准确，可能打个道，他再往上其实还能有四五辈儿，是吧？对，但是专家都说了，说这张三禄算是第一辈儿，因为最早我们是以朱绍文先生为第一辈儿。传到我们这是第七代相声艺人，没错。后来就加上张先生，我们算第八代，哎，还加三儿的。你后边你说再找出几个来，我们这辈儿还得下来。哎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嗯，我们仨是平辈，哎，这错不了。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，是喽。谦儿的师傅是石富宽先生，对。高峰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就是范老师是范导爱，哎，去。说说就走善的你，我师傅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哎，这没有，没翻译叫范导爱，去去去，没有范导爱啊，就是一个名字范导爱。对了，像话吗？范振玉先生，哦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艺术家，很遗憾，什么呀？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是这事闹的。哎，我师傅活着呢啊！好，你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，你这。你这人耐不住寂寞的，你看你 这能寂寞吗？这个，这人你也是，你说话得负责任。哎，好的，这话应该下礼拜再说。哎，就活一礼拜啊？啊，没几天了。你别许给他啊！我说多了，到时候他讹你也是事啊。哎，我也后悔了。反正老先生们不多了，哎，啊，这个希望我们的相声前辈们都健康一点，是那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好的资料啊！太棒了，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，其实实话实说呀，您讲，他们哥俩比跟我的私交更好一些。哎，我们住得近，他们俩近，马路这边那边，对，俩楼，有时候于谦没事拿望远镜啊，就行，别提这个，又来了似的，看高峰他们家睡觉啊，那没这么回事。一进后台，我看着于谦坐在那儿这样，怎么了？愁眉苦脸，有心事。谦儿，你怎么了？嗯，谦儿不会理我，我跟他不过这，去去去去。咱们弄一没面子，有买卖没交情，非得高峰来，嗯，一屁股坐旁边了，怎么了？跟我说说。嗯，谦儿一抬头，满脸愁容啊。高峰，跟我说，咱们是亲哥们儿，就是好哥们儿，是给对方舔伤口的。这比喻多好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就是于谦儿，痔疮。哎，去！前面这铺垫的多瓷实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会儿我再进屋。你看于谦儿欢蹦乱跳，哎，对他好了吗？是技术不错，哎，去去去，还行。这演员这什么的台上他都说你这玩意儿。高峰坐在边上，嗯，对呀，啊，我等着舔我呢，这是。嗯，高峰你怎么了？嗯，可是别咂巴嘴了，挺好，尝尝挺好，嗯。他们哥俩好，谦儿也愿意给高峰花钱，是。谦儿家里有钱，哎，别提了，在北京大兴边上有个地儿叫礼贤。哎，有这个地方，啊，他趁六十亩地，您听听，地里边种了好多动物，种了种着好多动物，种了好多植物，哎，啊，养了很多动物。您别搁一块儿说，那很厉害呀，啊，就是很厉害，尤其是挨着庞各庄啊，种了好多庞各庄的西瓜。您听，那是产这个，想当年那是给皇上进贡的好西瓜呀，了不起的东西。好家伙，这西瓜自打一滋出芽来啊，于谦就撅在地上看着，嗯，一直等到收获。好，我也太气迷心了，这个他的观察，啊，观察。观察，哎呀，后来接了瓜了，嗯，只要一接瓜，签儿就愁死了。怎么？我发什么？要来个鸟夸，拿着嘴一签，这瓜就裂了，糟践了。怎么办呢？定个木头，挂个草帽，意思是吓唬这鸟。哦，这儿有人。开始行，后来不管用了。嗯，鸟明白了。那是。后来这木头上挂个破衣服啊，得更像一点，嗯，啊。开始行，后来不管用了。就是。最后看出来于谦有钱了，怎么呢？
就这六十亩地，嗯，买了100多个充气娃娃，好家伙，都码在西瓜地里边，哎呀，跟活人一样。这回，哎呀，鸟不来了，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，哎，好家伙，对，鸟不喜欢这个，那把地踩的那个结实，哎，挺好，来俩鸟挺好。高峰爱上那儿去，对，哎呦，哎，好。我冲那娃娃去的，是冲他去的。冲，哎呦，这么些小动物喜欢，哎，喜欢动物。高峰也喜欢动物，就是高峰喜欢动物，有点喜欢的丧心病狂了，都快。哎呀，我就是爱他，已经到了顿顿都得有的地步了。哎，他我吃了他，像话吗？跟于谦说，我想养动物，嗯，养吧。我能放在你这儿养吗？他那宽敞啊。啊，想养什么呀？我想养个猪。您别乐，我属猪的，宠物猪。对，我想养一个。于谦说养吧，嗯，买一个来。买一个，我也买一个。嗯，咱俩就伴一块儿。你瞧，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一人买一个猪，哎，两个，两只猪买回来了，是了啊。买回来俩人看上猪傻了，怎么分不出来了？一边大，花都一样。这哪是你的，哪是我的？这得分着。还得说于谦聪明啊，拿刀瞪这猪耳朵，刺儿，意思是你那个俩耳朵，我这个一只耳。啊，靠这么区别一下，嗯，把这个炖炖吃了吧。啊，好家伙，主要是这味味这耳朵，嗯，猪受得了。转天来电话了，嗯，高峰你来一趟吧。干嘛呀？俩猪打架，这把那耳朵也咬去了。是他看着生气呀，嗯，俩一只耳，嗯，高峰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其实拿刀刺儿，嗯，你那个一只耳，嗯，我这秃猪，哎，对，没耳朵，成河马了，嗯。转天来电话，你快来吧！啊，现在俩秃猪了，嘿，又咬下一个去，净打架了，就是，嗯，去了这俩猪，都没耳朵啊。于谦拿刀刺儿，这是把尾巴切了，啊，也换换口。嗯，哎，光吃耳朵腻了。你那个啊，你那个猪有一个尾巴，我这猪没有尾巴啊，无尾猪。转天打电话，快来吧！嗯，这俩两头齐了。哎，对呀，到那一瞧，这俩猪都没耳朵，都没尾巴，全哭哧模样，分不出来，哭哧猪。那哥俩抱头痛哭，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呀，没得切了。哭了40分钟，于谦乐了啊！嗨，怎么着？黑的是你的，白的是我的，就这么分的。